我们的成员依次介绍吧。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Day Team 剧的杨若曦，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 OKTV 的第五期。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ifer Day Team 闷碎卢静，大家可以叫我闹闹。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今天美丽的我们。好，结束太突然了。Yeah。然后大家好，我是 GNZ48 的唐丽佳，你们可以叫我丽嘎或是丽佳，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TNC 的洪俊文，大家今天看得开心呀。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TMZ 的罗涵月，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第五期 OKTV。大家好，我是刘丽飞。是刘丽飞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邓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OKTV，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欢迎！欢迎我们第一次的小伙伴。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Z 的洛克佳，大家可以叫安安，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OKTV， 欢迎大家的支持。请我们助力官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助力官吕思琪。刚刚没有顶光就很好。哇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的助力官成哥。大家好，不用给我特写，我是那个追他们来来 KTV 的包厢也要听他们唱歌的声乐老师。好，那本期的这个 OKTV 就要开始了，然后我们第一个游戏环节呢，就是八名成员分为两组进行游戏，分别是个人战、团队战和双人战。每一轮游戏演唱结束后呢，由 K 歌系统评分，评分会计入到成员个人积分里面。三轮游戏结束后 ，K 歌系统评分的个人积分相加分数最高的一队获胜。本期综艺开始直播就会同步开启线上实时打分通道，前两轮游戏结束后呢，线上实时打分通道排名前三的成员为自己队伍获得技能卡，最后一轮游戏结束后前四的成员为自己获得额外加分，额外加分不计入团队总分，只计入到个人加分中哦。每期获胜队伍的四名成员将获得 GNZ48 星梦剧院咖啡厅 Mean Life 一场，同季前五期单期个人积分排名前十二的成员将会获得决胜赛参赛资格，重复参赛的按最高单期个人积分记录。季度奖励赛获胜队伍的成员和两名 OKTV 人气王将获得一场川渝地区星光巨梦梦剧院星光巨梦是什么星梦剧院带乐队的 Mean Life。 对，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好的，我们的第一轮游戏宣布开始后，我们的线上实时打分系统超过一万分的成员马上可以获得突袭技能卡，三轮游戏关卡都可用，可选择自己使用也可以突袭其他成员，具体卡种由成员自己抽卡，每项技能卡有两张，抽完则只能在剩下的卡中间抽取。好，包含了卡一呢，就是开不了口，只能用元音字母唱歌，但是呢，这个呢只能用唱半首。卡二呢是听得到吗？就是这个麦啊，要离这个嘴有五十厘米的远，然后也是唱半首。卡三呢是替身攻击，选择任意一个在场成员帮助唱歌，然后也是半首。卡四反对无效，可以在其他成员提出使用技能卡时帮掉一次。对，这。搬掉，搬掉，搬掉！看得出来是我们第一次来我们的 OKTV 哈，很不熟悉了。好，现在有一个喜讯要跟大家宣布，我们游戏才刚刚开始，然后我们的闹闹卢静已经过了我们的一万分，所以现在可以马上抽取突袭技能卡。哇，突袭谁了？太厉害了吧！你要用背面。太厉害了吧！好羡慕。这张吧。哇，给大家看。这是什么？反对无效哦，反对无效卡哦，就是在他们使用技能卡的时候，你可以出使，然后就可以分掉。对，好，怪我的时候你就可以。谁敢害我？不许害我，你说。不许害我。大家知道你有卡以后都不敢害你了，害别人去了。对对。好嘞。对，好，来，我们即将开启我们第一轮游戏一展歌喉个人战啊，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下八名成员呢现场组队，需在实现的时候呢分为两组，每队四个人。每期参赛八名成员抽签，并按顺序演唱自备歌曲，每首歌曲呢结束成绩由 K 歌系统评分得出，并计算到演唱者的个人积分当中。本轮游戏结束后，线上实时打分通道，排名前三的成员为自己队伍获得第二轮游戏的技能卡。哇！所以你们听清楚游戏规则了哈？没有，没有听清楚。啊，现在首先你们要组队了，我们八名成员要组队了。哇！请用座位来表示你们是一队的，所以你们现在已经谁是一队的呀？黑白，一定得走这招哈！你突然在说些什么？黑白配配呀，黑白配配吧，配 OK 啊。然后呢？好，来，请调整你们的座位啊，本队的都坐到同一边的沙发。我们队的。过来，哎，过来，全坐那边是吧？我都坐这边了。还有是一对是吗？我已经和我的羊驼朋友们在这地方站。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只能唱两句。哎，我们这对，没有，我们一定要坐在一起吗？这样，我们派出一个，就是他们先争夺一下，他们坐哪边？就是每个队派出一个队长，他们先猜拳，来猜拳，然后决定谁坐哪边。来，我们现在是这个问题。好，可以。每个队派出一个队长，我们抢赛，就你俩了。来，我们两个猜拳，裁判。好嘞，请守护我的羊驼。布，石头剪刀布。哦，请来吧，快来。那怎么样啊？这边我。哦，哪来的猴？等一下，你们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一队的人是哪些？我们坐好，已经坐好，现在很明显了吧？对，我们幸运抱团欺负他们。哇，幸运抱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十点就起来排练了。对，我们今天是困组战友，所以你们的分队已经完成了哈。对，已经完成了之后，来请两队各派出首先上场的第一名成员，我们来石头剪子布决定你们的游戏顺序和游戏内容。来，谁要第一个演唱？哇塞，那你们来石头剪刀布吧。我们先对理石头剪刀布一下。好，两个队要不要都石头剪刀布一样？我们来，输了的。我们要不你先唱吧，我们别剪了。来，黑白，不，你先。来，黑白配。第二个不错。我觉得第二个，我们喜欢玩这个。哎，闹闹组有结果了吗？有结果了。那第一位成员是我，第三个罗可嘉，啊，罗可嘉是第一位是吗？我第三个吗？是我们的菲菲组呢？菲菲，好嘞，哇哦！那请刘丽菲和我们的罗可嘉来石头剪子。你想先唱还是后唱？我想后唱。那我先唱。好，你先唱。有点骨气，好。好，听我说，我们有两个。有两个边唱歌边挑战的游戏，听清楚了，现在你们要石头剪刀布去选择这个游戏，赢了的人才可以选择哈。第一个叫看我表演， MC 挑选四名成员与演唱成员站在一起，然后演唱成员在前奏过后的主副歌段落中边唱边想办法逗笑四名成员，只有半首歌的时间，你可以选择是前半首还是后半首，成功逗笑一位成员获得五分，两位十分，以此类推，最高可以加二十分，明白了吗？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稳的一排这个挑战游戏，演唱成员在间奏过后的主副段落进入抽牌时间，边唱边抽积木，然后我们再挑选两名成员在旁边进行声音动作干扰，不允许接触到成员以及积木，明白了吗？声音动作就是你不能够直接在他身上有所动作啊，你可以隔空啊，在演唱结束时叠叠乐人为倒下，则之前每抽出的一排获得两分，以此类推，最高加二十分，听懂了吗？好，现在请两位成员石头剪子布，赢了的可以选择游戏，那输了的只能玩剩下的游戏。就是要么抽积木，要么逗笑对方。对，好嘞，石头剪子布。别给我剪刀，别让他哎。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刀布。哇，我们选积木，积木，好，我们真的能玩的。那菲菲这一队就是能够选择我们的憋笑挑战了啊。好，我们这一队，
对，你们他过来来逗笑这一对。我们要玩积木，我们玩积木。哦，玩积木的时候是他们逗你笑，不是，就是是我们逗他笑。他唱的时候他抽这个，然后这个前辈唱的时候去逗笑你们。对，好，现在来了。就是逗笑是一个游戏，我们要边唱边玩积木的那个。对对对对，你就你唱的时候就要边唱。啊，听我说，罗可嘉选择了边唱边玩积木。那菲菲组派出两名可以干扰他的成员，在他抽积木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干扰他。啊，比如说你逗笑他，或者是你让他的手不稳，都是可以的，明白了？只要不碰到他。怎么我也要抽积木？不是，他抽积木的时候，你在旁边派两，你们组派两个人出来干扰他就好了。哇，绕过来了，解释半小时。来，请我们的罗可嘉同学坐到前方。所以是我要抽。对对对对对，我们抽积木，你抽而已。对对对对，好，那。那咋的？我们直接端走呗。我们第一次来玩的小萌新真的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坐到前面，啊，听从我们的指示就好了。凳子不搬。好，那好可爱的小萌新，谁来？逗笑他，干扰他，就是、干扰他，就不能碰到他。道具，我们会给你道具。好，我们两个有道具。哎，你选择一下，你是第一段主妇的时候就抽积木，还是第二段主妇的时候抽积木？别碰我的队友哈。那听我说，间奏过后开始演唱才能抽积木，否则抢跑的话会扣分，明白了吗？啊，好。所以呢，你们在第二段的时候才开始干扰他，前面不要干扰他哈。这个抽积木有规定吗？抽的话。上限就是十根，啊，就是一根是二十，一根是两分嘛，上限十根，抽出十一分也是十。好，再说一次，前面的这三个，上面三个不允许抽，抽了也是没有分的。好，你可以把它调整稳一点啊。又不能打到他，然后还要逗他。你可以不逗我。你用声波攻击啊，在旁边。啊？你可以。哼不能碰到他。你可以在旁边吓他。哎。我仿佛像个傻子。好，你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给注定不能在一起的我们。好。哇！唱给谁听啊？唱给你听。换一下麦，来。那、啊、确实不能在一起。别担心。早已走出了阴影，只是偶尔远方树影还会变成你剪影。咖啡因还是必须，让我学会冷静。已经习惯黑咖，因为害怕拉花，浮起泡沫都是你。你可知无缘无故出现在我面前，我说服自己不过是黑色素在沉淀，不过寻常一点，再远也不会和你关联。我一回到战场，在忙碌的夜场，愿你也幻想总是如常，学会欣赏俗世目光，他们都夸我落落大方。我终恢复正常，却沦陷在日常，愿你也夸我演得很像，被逼迫无奈的转向，能否祈求到你的原谅。这个间奏过后演唱的时候才能够抽积木哈。我现在逛逛街，一个人看看电影，不会再想起你喜欢的那些小玩具，终于可以小清新。还有我昨天买了百褶裙。我一回到战场，在忙碌的一场，愿你也欢笑总是无常，学会欣赏俗世目光，他们都夸我落落大方。我终恢复正常，却沦陷在日常，愿你也夸我演得很像，能否被迫无奈的转向，能否祈求到你的原谅。如果真有一天世界峰回路
缺憾，我们能否在祝福声中再见面？我会抛下一切，用我赤裸足尖，在黄沙路里狂奔，不用再演，做回自己。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忙碌在一场，所有人欢笑总是如常，不用迎合俗世目光，我才能活得落落大方。爱你才是正常，想你才是日常，每天都说谎却让我慌，最后我没能够伪装，能否祈求到你的原谅？然后他抽积木挑战得到了，得到了16分啊，得到了10分，所以额外再加了16分啊，哇，总分就是90，好好好，对，作为第一次的挑战已经分数很高了哈，不错，来，我们有请菲菲组，把麦给他，那我们是去逗笑是不是？是他逗笑我，我们要看我们笑不笑，我们是憋笑挑战，相当于来，是我们，菲菲，你选择在第一段主妇还是第二段主妇逗笑他们？谁逗？对，他太难了吧。啊，我们这个游戏规定是在看我表演的时候，那个你是要在那个前奏过后就开始逗笑他们的啊，前奏过后，来吧，把脸，但凡嘴角上扬啊，我们很严格的，都算逗笑啊。我们是坐在这看是吧？哎，就坐在这就好了，好好好，你随便，你什么姿势都可以。失落一点，你别你一来就笑了。好，来，克制克制。啊，菲菲，你的歌曲是什么？啊，炫灵时代。好。嗯，第一段主妇，都可接。别笑了。嗯，开始唱了之后就不能笑了啊，一笑就算了啊。没有。这些盛夏幸福的家乡，他已经笑了，还神秘的门纱掩盖藏不住地亮，光影着无暇闪耀着之花，心结下的这一望无垠的梦想，谁能够不爱上他，杜子元，谁能够不爱，不禁交叠东西相会之间，雪雾相连，烟花色满天，唱一口深水绚丽的情歌，一舞动娇美关节，就掀起滔天的河水，这世界迷了眼，这音乐我想听，我想听，哎，咱们结束了，坐下两位，那那那那那那那，如果边唱边跳，我就笑了。记不得，笑一个。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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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飘进童话，纯白的魔法，过去回来交错进一念之差，水流个风花，穿越了欧亚，明亮交替着金色时代的荣光，谁能够不爱上他，谁能够不爱，谁能够不爱，古今交叠东西相会之间，雪雾相连，烟花洒满天，哟嘿，唱一口深水绚丽的经典，一舞动娇美关节，就掀起滔天的河水，哟嘿，在世界迷了眼，整个音乐我想听，我想听，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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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Only time, only you, only time, only you， 过目难忘的绚烂都不凡。Only you， 无法掌握独一无二的浪漫，偶忍不住对他陷入崇拜。那个美丽时代将征服未来。Oh, only you。You， 嘿，唱一口声线绚丽的经典，以舞动加美关节最掀起滔天的河水。You， 嘿，全世界没人了远，整个音乐我想听，我想听，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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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多少啊？这个怎么81.6？一模一样啊！不错啊，加上我们憋笑挑战，把几位成员，两位成员逗笑，加杨若曦笑了，你们没看着，他上扬了他的嘴角啊，然后立刻马上嘟嘴了，是吧？好，来有一个习训要通知一下大家，我们的刘亦菲和唐丽佳已经积分超过10000分，可以现在马上抽取我们的。好的，谢谢。让我们陈哥来抽取一下。在这里，在这里。哦，对不起。是什么？抽点。是什么？这么矮。是什么？给大家看。那个好像是反对无效卡，对不对？哎呀，我感觉我都不需要这个。怎么想被大家？帮唱啊！哦，替身攻击。我能换一个吗？我现在。哦哦，我可以帮，对对对对，啊，不是别人帮我唱，我帮别人唱吗？都可以，可以双向使用。乱唱就行。啊，菲菲拿到的是反对效果。哦哦，拿好了，记得要用。我帮别人唱，那我就乱唱。那你提醒一下什么时候用。OK， 好的。好嘞。他可以帮你们对唱，然后乱唱。我乱唱，我捣乱，我现在就是要捣乱。捣乱鬼，好嘞。我们有两组，来派出第二名出战的成员是谁？第二位。坐着的奶盖。我就坐好了。奶盖到处举个拳头找人。哦，你要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哦，每一把都要选。是的，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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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好，那倒是玩这个抽积木游戏是吗？啊，抽积木游戏是在我们第二段主题的时候开始进行游戏哈，间奏过后演唱才能抽。明白了哈。好嘞。奶盖组派出两名成员干扰他。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刘飞去了，刘飞去了。好的。又是我。去吧，谢谢。赶紧去吧，因为每次都要有你的，你别躲了。其实那个还有道具呢。其实那个指挥棒，是不是可以挠痒痒？这是干什么？第二段吗？哦哦哦。对啊，我给自己加油。我第二关放下吗？我不能让我跳一段吗？好，你想跳，我们也想看。拿一个摇铃，好吧。好嘞，那个，那我们邓辉是吗？邓辉，邓辉拿了一个沙锤。你们两个动的时候离桌子远一点，那个桌子都会晃了。我感觉你不要拿带声响的东西，它会影响这个识别的。对，有声音的东西会影响识别。沙锤。沙锤。好，这句话被。但是这个会影响那个评分的，我们就是影响，就是要影响，对，你应该悄悄的跟他们说，然后你现在大声的说，人家就已经知道了，对不对？好嘞，闹闹你要唱的歌是《新型病毒》是吗？好的，来，我们开始演唱。上烦人嘴脸，你问问题我也只是默默点头当做敷衍。你脾气好一直在点头微笑，但这样喜欢你也不在我的预料。明明没有上过冰心先会交错的世界，意想不到我抑制不住心跳，就是在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恋爱已风暴。是什么？
上就开始挑战。明明完全完全不帅气的脸，周围的朋友全部都看傻眼，现在的我已不知该怎么面对嘲笑的脸，脑海里只留下空白一片，我眼中只有你纯真的脸，就在我的心前面一粒小号全都不见，青春颠倒扑通扑通的心跳，就在我发现的时候一再更简讯的来到，情歌播放无尽回荡自己脸庞，就是传说中女生在胡思乱想，心情病毒不断入侵，全身改变我心跳不停，就是我止不住这份不同的情，时间要加快了，副歌快结束了哦，急促的生理心情让我处于发呆独自安静，琢磨不停这烦人该死爱情，好，挑战停止，后面唱，这么小词绝对不可能，虽然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不行了啊，挑战结束了，不能够再抽了，星星病毒不断入侵，在我心里住满你声音，再怎么治愈也好不了的病，你的一切在我心间，思考也不会变，就是心神不定，我心不在焉，就是心神不定，我心不在焉，好，我们结束音乐，看一下得分，580.70分，好，数一下我们的，然后是六个的话就是加了12分，好，闹闹你额外加了12分，我是92分，好，好，你的哇，你的分析策略了，你的菲菲在告诉你怎么玩积木，好，来，我们请奶盖，奶盖移步到我们的闹闹组这边，我就是准备了一首歌就为了看到你就想，赢不了，你一唱起来就想，喜欢。我去，那是什么歌曲呢？只有第一段是吗？对，哦，关不掉的。一来就玩这么大，你玩这么大，我有点承受不住。等一下，游戏规则是，是不能够接触到成员的身体，你已经坐上腿上了。怎么不可以接触呢？真的是要保护一下我们。好，来，音乐吧。间奏过后，前奏过后快唱就开始了。好。怎么碰一下呀？真的是。啊，碰一下吧，小碰一下啊。啊。眼角深黑的暴雨和你正巧合。只能一下哦。哈哈身上月子哥，你要说你是唐僧，当迟疑问号什么句号都给你带来无理取闹，我只想甩掉这种关系，不耐烦就走掉，拒绝对你讨好关不掉，对关恨你的我要笑了哈，能不能我心就又会释怀更高调，到了，挑战结束，好，谢谢啊，太搞笑了，哪里高调啊，逗笑两位啊，两位我要坐着唱可以吗，眼角深黑的暴雨和你正巧合，狠狠倾倒，感受紫色的电光震笑彼此的喧嚣，当质疑问号沉默句号
只想卸掉这种关系，我那边就走掉，拒绝对你讨好，关不掉对你的愤怒在燃烧，关不掉叛逆的焦躁，爱了紧抱，我要你听好，我越难过心就会越释怀，更高调，我偏要你慌乱又起了跷跷，我偏要半倔强主导，冷酷炫耀，你受伤以后就别后悔，再带着冒天抢我吃药，别太无聊，别太应该知道你不是胡闹，没大不了，爱坏了我大可不要，爱爱我不要，爱爱我不要，爱爱我不要，拒绝对你讨好，关不掉对你的愤怒在燃烧，关不掉情报，我要你听好，我越难过心就会越释怀，更高调，关不掉对你的愤怒在燃烧，关不掉叛逆的焦躁，爱了情报，我要你听好，我越难过心就会越释怀，更高调。结束音乐，来76:77，加上我们加上两个，好，加上我们的憋笑挑战，有两名成员被逗笑，我们加10分，那就是86分。不错，我觉得奶盖呢在演唱这一轮的时候放水放得严重的很啊，你是不是因为是第二次来参加所以放水？拿麦讲话，听不见观众。就特意选这首歌，就是给他们一起跟他一起玩的。有点受不了你唱这种歌。自己捡到石头会输。是的，没赢过。好的，好的，好的。好，来，我们第三位出场的。来吧，第三位，我们来。好，第一个来了，第一个对杨若曦，石头剪子布。布。哇！我就不能好好的唱歌吗？说起来不好厉害呀。星云组可以啊，星云。对，这么练过，所以就是早上10点起来排练的，所以你选择的是抽积木是吗？对，你自己坐稳了在这儿，是椅坐好。好，来，请我们的 Liga 组派两名成员来干扰一下。不是，你要看一下谁干扰的比较有成效。你比如说像邓慧恩跟菲菲刚刚那个干扰非常有成效，是不是？一直摇。对不对？其实主要咱们目标，或者你可以把这个记忆传授一下给奶盖，让奶盖来。多少没关系，主要不要让他倒，倒了就摆了。好，来，只来一位吗？不少呀。好，你在间奏过后开始演唱，才开始抽积木啊。好，选第二段。好，我们的歌曲是什么？梦与旅人。好，开始演唱。好。在夜空中闪耀的星，就在触手可及之力，温柔流淌又成光芒，是否能够到达那里？梦里回首，试图寻求那曾经安定的守候，黎明到来，睁开双眸，下定决心不再停留，到底要经过多少次才能追上你的行踪？回忆的痕迹和画面，如今想起也只剩虚空，独自流浪在这世界，聆听过哀叹与歌颂，跨越黑夜，只为了再一次能够和你相逢。在苍穹之下，奋力追赶着星河飘落的碎片，或许一瞬间，一瞬间就能实现虔诚的誓愿，将希望寄
挑战。化作烟雨终将飘零，亘古也不变的痕迹，总是如此也想尝试去留下那一抹生机，为何所期盼的明天，这一对一滴的笑容，曾经心中憧憬的梦，如今想起只觉得疼痛，为何约定好的誓言沉默着消失在风中，颤抖着手想要保留传说中的天长地久，在苍穹之下奋力追赶着星河飘落的碎片，或许一瞬间一瞬间就能实现虔诚的许愿，将希望寄托在那未知的明天，让这将让我的最后一束光不熄灭。好，挑战结束。在梦境之中仿佛想起了清风，星夜和白雪是那么遥远，遥远孤寂而遥远，忘记这一切不再等待救赎，而是勇往直前，让我的歌声能再次传达到你身边。杨若曦的得分，85.02分，好，积木挑战，哇，好，出了六个是吗？六个，六个，好，加12分，哇，哎，那个Liga组要加油了，但是我有一个喜讯要给大家报喜讯了。我们的邓婚同学和我们的洪静文同学可以抽学我们突袭技能卡，你们到达了10000分，哇哦。谢谢大家，开不了口，两个都是开不了口啊，开不了口，就是你可以指定哪一位，比如说用到对方成员身上，指定哪一位成员，比如说他很能唱，对不对？你让他开不了口就好了。啊，我再提示一次，比如说待会儿你们就可以用到对方身上了，明白了吗？你们的卡也是可以马上用到对方身上，没有再分第几轮的。这是什么意思？针对谁？就他还没唱了，你提醒一下。我那个碰巧嘛，对不对？大家原谅一下啊！来，我们的第一个微笑挑战，我一定要对着他们唱。对，你要对着他们。那我后脑勺对着镜头。哎，你侧着侧面，而且刚刚不是说碰一下吗？真的只能碰一下哦。哎，因为刚刚洪静文说碰一下，你也只能碰一下，知道吗？碰一下。啊，征求他们的同意，他可以碰一下吗？对，我们喜欢这个女人碰我。怎么碰？别碰我。哎呀，这个你碰我。Don't touch me。好，完了，他有点好笑，我要闭上眼睛。前奏过后，咱们就可以开始。哎，我从就前第一段开始。你是整个第一段开始？不是这首歌，啊，是想你了。可以，想你。换一首，可以，换一首。嗯，可以有是吧？嗯，不是，不早说。那个，邵老师，老师，他们这次是不是毕业了吗？想你那不自觉的笑了，谁下的决定？眼看着痴情一直耽搁，调皮的念头却还不停下沉，手指在半空勾勒你的眉毛、鼻子和嘴唇，耳朵荡着粉红色，这一刻下一刻，如果你能够出现就好了，爱恋这么一片片拼贴，多少浪漫氛围太浓烈，太陶醉怎么你也不会觉，爱恋抱一点点溶解，那胃酸的滋味才见到你一瞬间变超甜。挑战结束了哈，要放弃逗笑他们了吗？再说再见一瞬间又翻
舍不得一口气吃光呢，傻等着讯号确定慢歌，焦虑的激动却还魂不守舍，手指在滚加勾勒，你留下糖果般的吻，耳朵当成粉红色，这一刻下一刻，如果你真的出现就好了，爱的这么一片片拼贴，就像浪漫氛围太浓烈，太陶醉怎么你也不会倦，爱的某一点点凶结，那胃酸的滋味，嘿嘿，才见到你一瞬变成朝天。呜，上浪漫氛围太浓烈，太陶醉怎么你也不会知，爱的某一点点瞬间，那微酸的滋味，嘿嘿，才见到你一瞬间变上天，哦哦哦哦，才说再见一瞬间说再见一瞬间变反悔，哇哦哇哦哦，谢谢。好，看一下你搞的分、来看一下，哇，谢谢，84.10分。然后他放弃了这条挑战，对，我放弃了，因为我只想好好的唱歌。好，好，那你之后放弃，早点跟我说，这样我中间就可以不打扰你。发布即可上榜。啊、哦，是，好。来，我们两组的第四位出战的，我再次提醒一下，有技能卡的可以在这一轮用了哈。只能在这一轮啊，不是，三轮都可以用，我只是提醒你们一下哈。现在刘烈飞组的四位成员都已经有了这个突袭技能卡了。好，你们石头剪子布。哇，终于赢了你是？石头蛋搞笑，你背，你说我要不要帮你唱？我们一起唱。别乱帮你唱，我们四班的歌。好来，我们邓文同学选择哪个挑战游戏？好，我们用麦说话，给他啊，对，用这个麦。我来了，我抽积木。啊，抽积木。好，那在间奏过后啊，间奏过后才开始挑战。第一段 A 段，好好唱哈。来吧，宝贝。我先。好，你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虫之诗。好，虫之诗。什么歌嘛？怎么感觉你们变成逗我们笑了？对，第二段。凌晨我孤单一人，人与你是我的全身，寂寞瞬间分裂了脆弱的灵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足够多的养分，去享受这一时刻最美丽的过程，就算伤痕累累，心里也从不委屈，依然努力前行。渺小的我们，有时就像蚂蚁，孤独的翻山越岭，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来的风景，像是一部电影，每个片段都在上演梦想的奇迹。准备要开始挑战，好，可以。
的说法，站在清晨的雨里，不愿像海洋单纯，晒干了街角上抹不去的泪痕。掉进泥泞中的我们，就算留下许多伤痕，也会让下一段旅程更加完整。大声唤醒青春将被淹没的气息，看着水中的倒影，渺小的我们带着梦想一起唱着青春的声音，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还在等什么，把沉睡的信念唤醒，力量正在累积，只为等世界的另一端机会的降临。好，挑战结束，结束了，已经这个不能抽出来了啊。好吵！在有限的生命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在尘土当中呐喊微笑的声音，汗水和眼泪慢慢筑起来的风景，美丽的回忆。79.45分，好，这个分数绝对有那个对方成员的干扰在，哦，那闹的真的是，对，太努力了，哇，没想到你们第一次干这个干扰的活也那么厉害，喜欢吗？然后生日快乐，好，然后这个积木呢是一共9个，也就是加了18分，对，加了18分哈，不错啊，来，罗汉月了，来，我再问一次，此处有没有要用技能卡的？一起来唱啊！拿上麦说话。好，那你要选择一下了，你选择在第一段主副嘞来用这张卡，还是第二段主副呢？你选的，给你选。我选啊，在最后一个间奏。选第一段，然后第一段你俩唱，然后你去逗。OK， 你唱的时候我来逗。什么玩意儿？啊，他在第一段的时候要逗笑你们组。对，你唱第一段，就是你唱我，然后我去逗笑。哎，等一下，我不是那个技能卡吗？对，你用技能卡呀。可是技能卡你可以选择是第一段用还是第二段用啊？但是他为什么要逗笑我呢？因为你是那个队，你加入我们队吗？挑战啊！但是我是有任务在身，他应该是去逗别人吧？那不行啊，他就少了一个人，那逗谁？逗谁？可以，你把你的5分算在谁身上？来吧，谁是第一段吗？随便吧。你随便啊，我第一段比较喜欢。那你把脸木着唱。我把脸什么？木着唱，不能笑。他还能把脸捂住唱？哎，不是，笑的话他得分了呀。OK， 我去。不是我今天靠这个拿分了，李哥。我今天挺开心。就靠你这个拿分了。了了啊，李哥，你可以选择第二段的时候帮他唱。爱笑的女孩。不行吗？就第一段好听。第一段好听，李哥，你第一段熟。我说真的，这首歌你第一段熟。很好。第二段第一段比较熟，第二段不熟。你从没唱过第二段。好，那李哥特别注意，我们镜头特别注意一下唐丽佳哈。等一下，他唱的时候我是不是就只需要逗笑就好了？对，你只需要逗笑他。反正李哥怎么唱都有声音啊。家人们给大家表演节目了，完犊子了。加油，李哥加油。李哥，你要有艺人的职业素养。而且新民族的安静一下，罗涵月说出你要演唱的歌曲。哎，等一下，有没有降调？不降不唱了哈，走。好，给我降。快去拿道具。请问你要降几个？降一个就好。好，降一个。谁的歌？到底是？
哎，我跟你讲，他唱不了原调，唱不了。待会儿我唱的时候，帮我升回去，谢谢。间奏的时候给他升回去。我也觉得。对啊，应该。我不唱，对，我要光唱。你唱怎么不唱呢？用都用了。来，那张卡，你再给你最后确认一次。我确认啊，我确认啊。用好，我什么？用好。你好，你现在是好乱的，你不是给人家就是。请把你那张卡给我。找不着。找不着你，找不着就用不了喽。您不能这个样子啊！来，那个是用掉，用掉那个新提升攻击卡。怎么唱啊？怎么乱唱？Liga， 你是一个合格的偶像，肯定不会乱唱歌的。对，我有自己的，我有一个 style， 我会唱出一个自己的 style 出来。可以，好，请我们菲菲组的四个人准备好接受我们的变调挑战啊！前奏过后，我改编这首歌开始了。好，改词吗？我改编调旋律，不用啊。来看你在期待他逗笑你吗？别搞笑，我们现在不想笑。雪花盛开手里，心底涌出一段一霎仰天，默守万物声音。一样勇往直里，坐下一位，两位了。生命中第一场雪景。舞剑舞动竹枝上皑皑的雪花，挡住了冰大马在白雪中。邓文也笑了，邓文你的嘴早就笑了，才第一个。仿佛催促快飞到远方去，顿时闻来聚集。目光在聚集，有声音从耳边响起，如清风却又好熟悉，花与雪相遇，停住的四季编织冬日的序曲，唱着未来可期。花盛开手心，停住的心，在笑着。飞鸟又望穹顶，银河这一回应，一切从来未曾见过的决心。你还可以继续唱啊，你在干嘛？一个，这副歌结束。如花般绽放在眼底。好，我崩溃了。天下挑战结束，坐下两位。给你收回去了，给你收回去了。我的新衣服，哎，记录一下我的新衣服。你这个仿真的什么？给我的衣服来个特写，现在必须，它值得一个特写。看看罗汉月的口红，我伤心了，我的衣服。雪花盛开手里，心底又出暖意，银色微妆一时间比上一层茶几，极光映现天际，我手万无声音，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又望穹顶，银河眨眼回应，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真心，生命里第一场冬季。雪花融化手里，目光倒映着你，笑入冬日里，唤醒万古的黎明。太耀眼的美丽，那离别的想你，和我在一起看雪景，看着千层的冰将时光都封印，却无声息润寄出新的生命。冬日最平凡的雪景，此刻最伟大的奇迹。点的是短板，不是点啊，放错了是吗？好，不好意思，那个整理一下心情，咱们再来一次。啊，那倒也不必。看一下。啊，77点啊。对，那个版本放错了，放成了短板啊。来，再唱一次。
好，来是要再唱一次还是怎么样？你敢唱不唱？他卡都收了，他不唱他不就亏了？哦，对呀、啊。哦，那我再转一遍。对，意思就是说你重新再挑战一次，有可能这四个都不笑，待会儿。笑累了。对，笑累了。卡不用了，不是白用了，那他重新唱，我们就重新用呗。对，重新唱，重新用，对呀、啊。有完整版的，嗯，好，嘴都打肿了，家人们，真的再唱一次啊，好痛。好，那么再来一次哈。什么？那个各位观众，你们当没有看到前面那一段哈。对，你跟他再唱一次，你可以选择第一段唱，第二段唱。你用麦讲话，你的歌迷朋友们听不见你说话。那个第二段的歌词是一样的吗？不一样。那我第一段吧。反正你也没有在认真唱啊。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前面来跳舞，别影响他们了。我们两个自己来看谁，别直接给我加15分。凭什么？啊，因为你叫我别挑战了。没有啊，我就是让你先对付一下我，就对。他的意思说你先逗笑他。好，商量好了吗？咱们音乐准备好了，我们再来一次哈。好吧，来。再拿一个麦给他还一下。其实，哎，等一下，原调，因为我不是正常的。不用正常，高一点，我们慢唱。哎，降要降调，不降。啊、哦，不降。雪花盛开胜利，心底又出乱意。银色围窗一时间，披上一层茶几。一光一些天际，陌生外物身影。蚂蚁也蜷缩此触须，飞鸟仰望穹顶，银河眨眼回应，迎接从未曾见过的全新。生命中第一场雪景。无动无僵，手指上爱爱的雪当作画，荷塘里悄悄地结住了冰，大帽在白雪中月行，留下一行芬兰雪淘气的足印，阳光洒在空手伸缩的牙齿，乘一片金黄色云翼，仿佛催促快飞到远方去。哎呀妈呀，太长了！嗨，顿时万籁俱寂，目光再聚集，有声音从耳边响起，如清风徐徐沁入心，虽陌生却又好熟悉。花与雪相遇，停住的四季，编织冬日的序曲，唱着未来可期。雪花盛开手里，心底涌出暖意，一色微窗一时间，披上一层茶几，一光一些天机。好，你讲笑话，我没笑，我只是在干笑成这个样子，我干这样。飞鸟仰望穹顶，银河眨眼回忆，迎接从来未曾蜷缩过的痊愈。生命里第一场雪景，如花般绽放在眼底。那只唯一在雪里盛开的叫银影花。好，憋笑挑战结束。你是经历过什么？好烦，我没笑，我真没笑，我那个不是笑，我刚才是这样。那只唯一在雪里盛开的叫银影花，象征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再听不到悠悠鹿鸣，取而代之的是中惬意的宁静。累死我了。当熟悉的一切都不再熟悉，我想这是另一种前进，试问谁能永远停在原地。顿时万籁俱寂，目光再聚集，有声音从耳边响起，如清风徐徐沁入心，虽陌生却又好熟悉，此时我和你伤痕被治愈，是巧合或是注定，我已经不在意。雪花盛开秋里，心底又出暖意，银色微窗与时间披上一层茶几，极光一线天际，我手腕无声音，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仰望穹顶，银河眨眼回应，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全新，生命里第一场冬季。
极光阴先天际，我手腕无声音，蚂蚁也蜷缩起触须，飞鸟仰望成顶，银河眨眼回应，迎接从来未曾见过的晨星，生命里第一场冬季，雪花融化手里，目光倒映着你，你笑入冬日里，唤醒顽固的黎明，太耀眼的美丽，那离别的伤你。和我在一起看雪景，看着千层的冰，将时光的火雨，却无声息燃起全新的生命。冬日最平凡的雪季，此刻最伟大的奇迹。结束这个歌79:34，高两分，高两分。好，来我们那个最后到底大家看到的是三位，除了笑了还是两位的刘丽菲以外，其他都笑了是吗？那就是佳乐师。你都笑出声了姐，我都听见了。我刚刚真的是皱眉，我在这皱眉，他们说我皱眉能笑出声啊。因为我们听众人等都看到了啊，所以呢我们的 Liga 刚也是笑了的，那三位也就是15分。好，来请坐下吧，我们韩月。好， Liga 转过身来偷笑，不要以为没发现。5分26秒啊。好，来我们来倒数五个数，这一轮的线上实时打分系统我们截图一下。5 4 3 2 1，截止。好，截止。我们排名前三的成员会为自己的队伍获得第二轮游戏的技能卡，叫不听不看卡，可以指定自己队伍任意一个人使用，使用者在第二轮歌曲演唱过程当中可以不戴上播放干扰音频的耳机2次，也可指定给对方队伍一名成员蒙住眼睛不看歌词20秒啊，这20秒可以不连续的用，可以我们间断的用都可以啊。前我们的实时打分系统的前三成员每人各一张，具体使用不听还是不看由自己决定。那现在是我们的转场时间啊，我们撤一下道具，几分钟之后回来，再见，拜拜。
指挥者，演唱过程中演唱的四位成员必须戴上耳机干扰音频的，必须戴上播放干扰耳机的音，干扰音频的耳机，由指挥者随机轮，不要笑，不要紧张，由指挥者随机轮流指定四位成员中的一位唱歌，就像是那种点兵点将那个样子，然后直到歌曲结束。两队各有三分钟的准备时间，三分钟后呢，开始正式的演唱。而获得不听不看卡的队伍在演唱前由获得者指定，自己的队伍任意一人使用。使用者在第二轮歌曲演唱过程中可以不戴上播放干扰音频的耳机两次，也可以指定对方队伍一名成员蒙住歌词20秒。每首歌曲结束成绩由 K 歌系统评分得出，并计入到当前曲目四位演唱成员的个人积分中。好，各位成员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我举报罗克家说大家没有武德。好，还有 T
听清楚你们的那个技能卡的使用规则，包含咱们刚取得的那个突袭技能卡也是同样有效的哈。好，现在请两队各派出一名代表石头剪子布来决定我们是先唱还是后唱，赢了的先唱，输了的后唱。来，猜拳大王，来吧来吧，来选出一位吧。我们这个游戏其实有一个彩蛋，就是猜拳比较厉害的有便利。对啊，哇，他要是再输怎么办？开除出星云是不是？这是你说的啊。侠哥，再看吗？侠哥，记住这个决定哈。你加入，你身高挺不错，留给你跳舞单费，挺好的。好来吧。好了，各派出一位吧。来吧。好。来，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罗汉院为了在星云继续留在星云，不容易啊！出了他的拳头，先还是后？他不是说赢的可以选择先还是后？对，我们选先还是后？我们的安安今天好，那我们后，你们后是吧？观察一下，好来，我们先唱是不是？来，我们给那第一个组，你们可以选择一名对方的队伍的成员当你们的指挥官。对方的成员。看谁比较机灵，我们都很讲武德很聪明的、那个、当然是这位月子哥啦，节奏感比较好啊。我们讲不讲武德呢？先说好讲不讲武德，我们先商量一下讲不讲武德的。 OK， 我知道了，我给大家打节奏是好吗？哎，拿上你的指挥棍。哎，我刚才说什么了？指挥棍啊，你加上你的 beatbox 啊，你给我们来一段。 okay, 好吧，前面反正我也听不见。认真一点行不行？我跟着节奏来，我跟着节奏来。好，但是你们这个节奏很慢的话，我你给我们创造一个 DJ 版的。就是我跟你说，就以我往期的经验来说，就是你嘴要动一下。boom boom boom， 比如说到副歌的时候，就这副歌怎么唱啊？啊？你问我？反正就是，反正你就对一下嘴，我们才知道，不然听不见。哦，黑暗的夜云藏，黑暗的夜原来隐藏。你重音就好，我们都听不到的。好，我听我说，在游戏规则里面，我们有三次给对方用嘴型提示的机会，只有三次。好，然后呢，请各位成员不要按下面的那个不要按到那个钮了，不然会。哇塞！好，你笑什么？行，咱们先把耳机先摘下来。内线民族。先把耳机摘下来。先把耳机摘下来。好。我首先一个个确认，因为你们四个现在是有三张突袭技能卡没有用，你们要用吗？要用，用给谁？用给你自己。用给自己。所以你刚刚是那个不听是吗？不听，你可以戴耳机。你可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两次，直到你分词该你演唱的时候把耳机摘下来，两次机会哈。好，然后其他人要用吗？我要用。你要用什么？就是用不听，就是自己啊，用在自己身上。可是你没有那张技能卡呀。我有啊。哦，对你有哈。老师。你玩路，不好意思，退回去，你有用到自己身上，也是有两次机会哈。好，我们助力官稍微看一下这两位是不是摘了两次啊？摘多了的话算你们的责任。好。然后我的眼睛就是尺。邓文，你要用突袭技能卡吗？是干嘛的？你要用突袭技能卡吗？你用给自己吧，你别用给他们，他们都会歌词的。开什么？别用给他，这个是开不了口。哦，开不了口。对，可以用给对方的。你用，那只能用给他们。你也可以第三轮。好，用给我。第三轮的这轮。好，奶盖呢？奶盖突袭技能卡要用吗？好，第三轮用。好，那请我们菲菲组的全员站起来。好，站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好，待会儿让你们戴上耳机，再戴上耳机。我应该站哪？你们歌都不一样吗？我是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一座山翻过一条河，天上。好，唱得好，唱得好。我的好吵啊。好，戴上耳机，游戏开始。换夜蝶啊，咱们选的歌是夜蝶。哎，等一下，麦没有给他们。好，我们换一下麦。在呼唤，山翻过一条河。什么时候开始？我听一下。我中间站一点。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保密。悄悄的来到隐秘之地，
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啊，月光在回忆啊，云雾变得浓密，来到了这里你有什么目的，在神秘的校园花园。 OK 用了吗？不觉这危险全已经近，一步一步心跳不息，是否愿意当然愿意，充满危险的游戏，无意间两双对峙的眼睛，为何沉默让彼此更坚定，伸出的手向你靠近，顿顿的地你我的心刺绣像回忆，夜空中电影。悄悄的今晚，悄悄的今晚相遇这里，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要把秘密的来到向我自己，总值得甜蜜。啊，这些不曾遇见，我和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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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心惊。带领着你啊，越过的相遇啊，越远离爱，爱情总是让人依然在你的这份眼睛，不知不觉会顺着这靠近，这不可以和关系是否愿意，可爱的你宽宽危险的距离，爱情总随时下叫声一起，为何已经中华的每一个呼吸，手中的手不能翻译，好奇的心夜空像回忆，夜空中电影。好，游戏结束。哇，七十七点！我们得了77.49分，什么呀，是吗？刚看到的是77.49分。怎么才79分？我们两个班主妇，我努力了，我努力。我感觉我刚刚，我再说一次，另外一组的记得，你们如果有那个不听不看卡的话，你可以摘掉自己耳机两次。两次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指挥官指到下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耳机戴上了啊，是这样的。他看起来脑子不好，不行不行不行。指挥的。你什么意思？我刚清点你了，你什么意思？来吧。看着是很正经的。可以的，没事，来再来一次，熟悉一下。相信。啊，刚才都回了哪一个呢？这么好过去。他那边音乐停了。最炫民族风了。好，咱们先不用戴上耳机，先不用戴上耳机，先听我说话。来，请问刘丽菲那组有没有什么技能卡要针对这一组的成员使用的？来吧。有吗？有吗？没有。那这一组的成员有没有要用技能卡的？要。要用什么？不听不看。不听不看卡，然后用给自己不听是吗？对呀，我还能用给他们吗？两次。好。把那个卡收了，刚刚有他们用了三张，那边还有两张。刘丽菲跟那个，刘丽菲跟 Vega。看我的顺序。好，来把麦给你们。求你了。天哪！好，咱们往后站一点来。绝对了，别这样，菲菲，这是什么音乐啊？好，我们看一下三号耳机是谁。他看见到啊，这是什么音乐啊？呜呜。啊，他的断了，待会儿啊，我们设备调试一下。越过绵绵的高山，我们最炫民族风。好，你们演唱的歌曲是什么？这样的我是吗？好，这样的我两段主妇哈。好，贿赂一下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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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一下，请大家不要离开这块地砖前面啊。然后菲菲站到这边，不然出话了。好，我们戴上耳机。山连着山外山。游戏开始。好吵，你们真的好吵，你们这群女的。我是当初是这样的，他第二段第一句，他第三句，第二段第二句。你动起来呀，你动起来。被雨洗过，被雨洗过的天空，蓝得好安静。被雨淋湿我的心，依然在想你。当初是谁那么傻，说什么都行，相信爱会在下个路口等你。我要很勇敢，我要很善良，我要收回我的心，不让爱我的人看到我一个人在哭泣。不怕受伤害，不怕去等待，副歌一起唱吧。到你唱的时候才能摘呀、啊、对呀、啊、被雨洗过的天空蓝得好安静，被雨淋湿我的心，依然在想你。当初是谁那么傻，说什么都行，相信爱会在下路口等你。我要很勇敢，我要很善良，我要收回我的心，不让爱我的人看到我一个人在哭泣。不怕受伤害，不怕去等待，下一站会遇见这样的我。这样的我能否遇见这样的你？没有了，结束了。肩胛万事多，肩胛我的。好，看一下我们的得分是多少。你是我山里的山外山，山上的山外山，想睡的山。有没有下来？告诉我，谁在你的包？好，那个抢到一支麦，我们的得分是多少？你唱的有够大声。好，我们报一下你们的得分，74.98。74.98分哈，好，请回座，太热闹了。你已经把他们带跑了，你唱高了。韩月，从头到尾。拉都拉不回来，所以后面我到闹闹现场，就闹闹闹唱的原因就是。非常混乱啊，非常混乱。也没拉回来。好，来，一个，啊。他想带走，马上好，来来来，请大家坐好，哎，辛苦了哈，这一次我们看的也很辛苦，听的也很辛苦哈。好，我们把麦都还给他们。来，有请我们的助力官来截止一下我们本轮的线上打分系统吧。来，哦，好，然后现在让我们倒数五个数，线上实时打分通道就要关闭啦。5、4、3、2、1，好，截止。好，我们的实时打分系统现在已经啊截图了我们上一轮游戏的实时排名。那排名前三的成员可以为自己的队伍获得第三轮游戏的技能卡，叫喷子闭嘴卡。好，第一名可以获得三张哦，记清楚，第一名三张，第二名两张，第三名一张。每张喷子闭嘴卡可以减少一首歌内被一次被喷的次数，然后也可以指定另外一队的成员多喷一次。该卡如何使用，需在每首歌演唱前向 MC 提出使用。记住啊，我们只有最后一轮的游戏了，所以呢，所有的卡都要用到第二轮，第三轮。好，现在是我们的转场时间，我们要布置一下道具，几分钟之后回来，一会儿见。Yeah。
中，那火中，那火中埋着宇宙要等待星火燎原后的光荣，那光荣，那光荣啊，悠然地高，此刻屏住呼吸，就让心跳扑通扑通扑通，暧昧天空回荡在苍穹，走向夜色之中，是我最绚烂的感动。让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这一刻是多么美妙难得，未来在面前，星空耀眼闪烁， Be happy， 我们会收获很多。让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所有灯都为你点亮了，全新的世界，天高海阔，再见昨天所有的曲折，向着新的明天 Happy Wonderwall， 灯点亮了，梦点燃了，欢笑声吸着了全世界每个角落，刚刚的第二轮的实时排名已经在我手上了。好，我们的现场打分系统实时排名第一的是，还是我们的唐丽佳。哇！好，第二名是我们的卢静，卢静。哇！三名是刘丽菲。哇！好，他们可以分别获得我们喷子闭嘴卡。第一名三张，第二名两张，第一名一张。这个喷子闭嘴卡，待会儿朱迪听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哈，会告诉你怎么去使用。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第三轮游戏，两全其美双人战。队内成员呢自行协商，两两配合，各选出一首自选歌曲，两队成员轮流上场，需在喷气机干扰的情况下完成演唱，每首15次，每次约3到5秒。每队选出两名成员担任另一个队伍的喷气干扰者，
每队选手每首歌曲开始前确认是否使用喷子闭嘴卡以及使用数量，每首歌曲结束成绩由 K 歌系统评分得出，并算入当前曲目两位演唱者的个人积分。就比如说两位成员合作演唱歌曲呢得到87分，则两个成员的个人积分则加上87分，就是这样啦。我们的成员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做两个游戏挑战。第一个游戏挑战听清楚了哈，第一个游戏挑战叫做停不下嘴，边吃零食边唱歌不能停下，半首歌的时间，这半首歌你们可以选择是前半首还是后半首，也就第一段主副还是第二段主副，明白了吗？你选择一直吃吗？当然可以。好，然后呢第二个第二个游戏第二个挑战是直不起腰，在我们的瑜伽垫上面坐那个空中自行车边唱歌，也是半首歌，可以自己选择前还是后。但是呢记清楚了，先上场的双人战的成员，每一组先上场的两位成员只能够做停不下嘴只能够做停不下嘴的挑战，后上场的成员三次上场的成员只能做直不起腰，听明白了吗？所以你们要做好准备，想吃零食的那咱们就在组内第一个出场。好，来请派出两队，派出两位先唱的成员，双人战的成员是。你可以吃，一起吃的，你可以吃。好，他们在讨论哈，在出一些策略，都有一些小策略、小秘密，悄悄讨论中。我们的小秘密就是一起吃。但是无论再怎么吃，你们跟后面挑战的成员留一点啊。好，讨论出结果了吗？菲菲组，你们谁要先上场？我们先吃。你们先吃，先吃的两个成员是谁？你们俩。哇，来那个闹闹组，闹闹组，你们先吃的成员是？他们。我们先派出一个罗克家。谁先出场？我们先派一个罗克家，我们再商量一个。我们再商量一个，谁跟他一起唱？好的，到底谁要跟他一块唱呢？好，闹闹跟我们的罗可嘉先出场啊，请两位成员各派出一个人，两边的成员派出一个人，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先别坐下，先别坐下，还是不唱，对，先石头剪刀布，你跟闹，你跟我们的唐丽嘉石头剪刀布决定先上场，是第一个上场，第二个出场，没错，石头剪子布，不，好，选择前还是后，第一还是第二。先吧，可以先挑好想吃的吃。对啊，万一到时候吃完了，我们把好吃的吃完。你要有本事，你可以吃完了再走。我们把好吃的全吃了。先挑的。这个吃的是得一直在嘴里。不是啊，你想吃就吃。边唱歌边一直要吃东西，嘴巴要塞满东西。那我可以一直含着棒棒糖唱吗？他算在吃吗？算啊。算。我好想喝果冻啊。行，那我就一直含棒棒糖。好，那我们先，我要用两张。好，来，我再确认一次。技能卡。闹闹，我再确认一次。在这轮游戏里面，你们在边演唱的过程当中会被喷15次。那你这个喷子闭嘴卡是要用给别人多喷，还是用给你们少喷？这个是分开的。然后你们要互相帮忙叠，因为它有叠着唱。好。我们用两张。他们也会有喷子吗？他们也有。好，听我说，你们先选择一个啊。你们在边吃零食边唱歌的时候，你们是选择第一段边吃还是第二段边吃？我们看你，一开始就吃吧。好，第一段嘱咐的时候先吃啊，后面就可以不用吃了。好的。喷子闭嘴卡要用吗？用。用几张？用，你们要用吗？那我们用两张，一人用一张。然后少喷一次是吗？少喷一次。对。他喷十五次，你就只能少喷一次。对。对啊。是在总数里面少喷，不是说你少喷一次，两张。哦，那就一人少喷一次。如果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是说本来十五次只喷13次。对，你也可以选择两次都用给你自己，你看你就个人少喷一次吧。个人少喷一次。Yes。好，明白。那我们就是说，在这个里边，你们一共是13次被喷哈。来，我再问一下菲菲组，你们的喷嘴卡现在要用给他们吗？你可以让他们多喷，用是吗？好，不用。要出两个成员来使用这个当喷子官，对，当喷子官。来，记得啊，喷子官每一次。
好，喷子官注意，每一次喷的话，喷接3到5秒啊，喷子官会在旁边计算。我们得一直这样吗？啊，给闹闹用，开不了口。啊，我有那个。好，来，好，给我，我播报一下。我要那个卡，因为搬掉了卡，你用着它干嘛？他有搬掉了，搬掉了，搬掉了，他有搬掉，对，他有搬掉卡。好，好，我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发生。啊，我们的洪静文给闹闹用了一张开不了口卡，但是闹闹有一张反对无效卡，把这张卡直接喷掉了啊，攻击无效。耶！好，闹闹。啊，闹闹，你的演唱的歌曲什么？你们双人战。猎梦。猎梦，好。歌曲准备。好，歌曲准备。快，开始挑战。你先开好吗？我从后面开始接。什么时候开始？你要喷的时候才。他演唱的时候肯定是他总是冷眼的相对，在梦里催眠了你的心对我暧昧。 I cross you 你无路可退， I run for you because I love you81.36分，成绩不错哈，成绩不错。我一直在喷口水，流利飞吹的。
哎，刘丽飞吹得很好，那个邓辉恩好像在跟那个闹闹放水似的，离他脸那么远，帮他做一些造型是不是？他帮你吹了一些氛围感，闹闹起到一个就是氛围的作用。你身上没有看到这个可以这个样子的啊？他刚刚吹着我，然后口水在脸上。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那个风很小，然后那个前排跟我讲怎么没用，我说可以调大，然后他调大。还好是你的口水在脸上飞，不是他的口水你脸上飞。好的，两个成员坐回我们的座位哈。好了，换下一组。哇，你们组真的是刚刚操心的都没有来，没有忘记来吃东西，没来得及吃啊。这个好好吃啊。那你给我们下一组的那个给那个奶糖留点。那这个没了。蓝莓有这么抢手吗？原来大家喜欢吃蓝莓，因为这个蓝莓很甜，因为它贵。好，但是它来离开吃东西区。你们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呢？先啊，那你们需要你们用。他需要，他要用三张。好，要用三张。对，减少自己，减少自己哈。来 ，Liga， 你先用喷子闭嘴卡。对，我要用三张。减少是吗？减少啊，也就是说你们是喷十二次哈。这个麦好矮。好，来。你得把脸放在上面。那组还有技能卡要用给他们吗？没有技能卡，没有卡了。你们是技能卡比较平贫困组。哪边好看一点？好嘞，把那张卡给我，来 ，Liga。好，旁边的那个卡是不是也是刚刚用掉的？对，刚刚用掉。好，来一起给我们。好，来给吕司机，让他收到旁边去。好，来我们收拾收拾，我们的喷子官已经就位了吗？那就我吧。好，一共可以喷十二次，每一次啊最长时间五秒。等一下，哎，蓝莓的都被他们吃光，刚已经吃完了。他们刚当着你的面，你说没关系，你们冰箱有两盒，还记得我们的对话吗？不是，我以为这个很好用，但不好用。好，来。等一下，你们是一人六下。我们这个水果很新鲜，它会爆汁。是的。它可以。哇，它已经加速了。这个是。好，你们准备。就这么唱吧。扑通扑通是吗？啊，等一下，早知道我跟把蓝莓放进去。好，来。请音乐。请音乐。给他拉大特写，太矮了。你们是第一段吃东西还是第二段？第一段都已经吃了。好，我开始了。从什么时候？等一下，这首歌要降调，重来。看一下有降调吗？有降了，已经。降了啊！再来一次，不好意思 ，sorry， 我怕没降。昨天有记录的哈。什么时候故意的停留在室门口默默等候，遇见你就被你触动，却没有勇气对你开口。 Oh baby， 不能躲，躲了会扣啊。想着你就故意抢我的午饭了。五秒，闹闹，你开口要怎样才能让你开口？谢谢。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原因？不停的反复激动，是不是爱情？日新一无法相应，这纯属未知，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声音？不停的难以呼吸，这就是爱情，都怪我理智不清，这专属未知，只属于你，属于你。我来吧，第二段第一句。沉默又被动，难道这希望也真正被解读？显得即
期待又怕受伤害，要怎样才有勇气开口 baby， 这不我们就可以不停地反复激动，是不是爱情旅行已无法相依，这专属位置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声音，不停地难以呼吸，这就是爱情，都怪我理智不清，这专属位置只属于你，属于你，事到如今我已决定，用尽全力说出我爱你，让彼此两颗心更靠近，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原因，不停地反复激动是不是爱情，旅行已无法相依，这专属位置我只属于你，这扑通扑通跳动是什么声音，不停地难以呼吸，这就是爱情，都怪我理智不清，这专属位置只属于你，属于你，得分很高哎，82.32分，好高好高，谢谢，不错不错不错，好，来我们回座位，黑死我了，帮你清理一下口腔，怎么了怎么了，拿起你的麦，让你控制一下，侯继文说闹闹八年的感情你就这样吹在我的脸上，我都想给我洗牙子了，那说明感情足够强烈，侯继文暴走，侯继文暴走，啊，好，来，我们要，我们什么用什么卡？你们已经少了呀，本来是15次，你们是少了，这边是12次了。对呀、啊，好，你们把麦找一找，两人寻找一下自己的麦。没有啊，娜娜前辈不就是吹了5次？哦，他就吹了5次。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撤一下场哈，来，撤一下场，我们开始玩我们的那个空中自行车了。好，那些吃的你们可以抱手上吃啊，已经参加过挑战的成员可以抱在手上吃。好，来来来，有的，没有了吗？来，请我们队伍里面还没有演唱的两位成员各派出一位出来啊，给我们上，我们来剪刀石头布一下，剪子布，不选择先唱还是后唱，好，我们歇会儿，我们歇会儿，我们后唱，来，菲菲组，菲菲组请就位，来吧，好，你们可以头对着头啊，对着头，好，什么啊、增加给他们吧，啊，增加给啊、对方的成员，还是你想要减少，哎呦电了一下，商量好，我还没有宣布增加给别人还是减少给自己，你觉得呢，这个是什么，这个用给他们，这个要给他们，好，这首，这个是选择在开不了口卡，选择在第一让他们开不了口还是第二段，一样的，这首歌一模一样，祝福你决定，这段这首歌没区别，全是一模一样的，好，第二段的时候你们两位成员都只能够用原音用啊，对啊对啊，他没有上面写一个还是两个，他针对半首歌，半首歌，那如果是如果第二轮的话是可以让四个人都只唱几个，对啊对啊，对啊，就只让那半首，上一次为什么玩是你就是上一次你们玩你们自己决定的呀，这个都是给你们选的，好，来
好，我们的好，再讲一下啊，我们的菲菲组给我们的闹闹组还有一张是喷子闭嘴卡，所以他们要被喷16次。来，我们请菲菲组上场。闹闹组还有没有技能卡要用给菲菲组的？没有，但是有喷子。有喷子是吗？好，那另外的一位喷子官是谁？要两个人哦。要两位。那只能是我了，哈哈。你喷的好吗？好，我塞他。好，来，刘丽菲跟我选择一下，你们是第一段主副的时候就空中自行车，还是第二段主副的时候？用麦，两个人一起。不能够。好，第一段主副的时候就开始开唱，就开始做。就是青春的约定，你们然后降一。不唱词的时候可以不用做，但唱词就得做。对，唱词可以休息。不唱词的时候你们是可以不用蹬的啊，蹬自行车。然后唱词的时候是一定要蹬的啊。好，降个调，我们稍等啊。我这样捅他喉管里。好，请两位助力官就位，然后监督一下我们的喷子官。我给他戳在他喉咙管里。好，我能侧着看词吗？可以。可以。那我去。好，现在不用那么久啊，那么早啊。我给你示范一次，给你发，我就开始了。好，开始蹬自行车。十年之后，谁会记得最难的习题？却难以忘记毕业那天满满的回忆，感觉自己就像明星不停的签名，有些名字我也知道，从此后会无期。小草在叹息，女生在哭泣，每个人的距离突然拉得好近，那秘密，那回忆，那些上锁的日记，给未来的我们无限勇气。这一刻有多少话想说，有多少梦没做，有多少未知在等我，如果有眼泪在掉落，只是因为沉默不是我的风格。这首歌在起唱起的时候，我们会更成熟，相聚在很多年以后，但是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那颗红豆和宽广的宇宙。好，蹬自行车挑战结束。好好唱歌吗？但是还是要被喷。之后会有更多无解的习题，因为他们说那个世界残酷又美丽，有生之年或许我也争不到第一，存在的意义应该是曾带给你回忆。成长的过程提醒着我们，有多少句永远是永远不可能，还好有这歌声，终将失去的青春是这星空下限唯一永恒。这一刻有多少话想说，有多少梦没做，有多少未知在等我，如果有眼泪在掉落，只是因为沉默不是我的风格。这首歌再次唱起的时候，我们会更成熟，相聚在很多年以后，那时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那颗红豆。
那个宽广的宇宙。他们是十五次被喷次数，他们没有用自己减少。我们都无畏的倔强过，不知道勇敢过，到现在却无话不说。过往像璀璨的花火，就算注定飘落，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再次唱起的时候，我们已经成熟，把名字刻在天空过，做过尘埃里的花朵，时光中的琥珀，才会更珍惜此刻。好，音乐结束，看一下得分，哇，78.79分，不错。但是我只感受到了两位喷子官非常的狠哈。超级狠的，他这个风真的很大。我要是动回来，我感觉他要如今翻脸。我感觉他要把那个管塞到我嘴巴里了。哇，感觉他要塞到我喉咙里了。对，我本来想捅进喉咙，捅到鼻子里。这有点像那个耳鼻喉的那个医生，你知道吗？太可怕了。先，你再跟他做喉镜。这个风到底有几档啊？有三档。哇，闹闹在那吹，都能吹到我脸上那个风。哈哈哈哈哈。闹闹是因为不在前面看不到刘海被你吹成什么样了是吗？哎呀，哇，你吹得很精彩。好，来，有请我们第二组。来吧。邓文，我如果是你，我现在就把那个喷子喷枪拿到手上了。闹闹已经唱完了，已经唱完了，不好意思，但是还有两个。好。我再讲一次，你们这一组本来是有15次被喷的，但是因为菲菲给你们加了一次，所以你们是16次要被喷。没事，平均一点，平均一点，平均一点，一人8次是吗？一人8次。然后你们选择来，韩月，你们是选择跟杨若曦一起，是选择我们第一段主歌唱还是第二段主歌唱？他们喷哪段，我们唱哪段。喷哪段？喷是选手的，喷是选手的。给我个麦。那我们就登哪段唱哪段，我们原音的那一段登。原因的那段灯是吗？对，后半首灯嘛，他选的第二段。好，那你们第一段是好好唱的。对对对。OK, okay. 来，第一段是不用灯的啊，不用灯的。OK。好，你们的歌曲是什么呢？我们的是《热泪微笑》。哦，已经后悔了。加油哈，加油！只能祝你们那个加油。先站着吧。心跳，眼泪来不及思考，生活的画面带上火气高，其中的温柔变微妙，爱的感觉慢慢变老，在阴霾中不停燃烧，此时此刻想我吗？是这样吗？如果诚实回答，看你远去，眼泪慢慢落下。一个人能习惯没有你在的世界吗？此时此刻，你还在想我吗？还在回忆你说的每句话？几落下刺痛我的脸颊，你刚刚怎么头了？旋转木马傻傻看我，
流着泪淡淡微笑着的牵挂，永远不变的童话。好，上电子。你先，你啊。请大家回座，好，请各位成员回座。好，来把你们喜欢吃的零食带到手上啊！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表演和结果要宣布。现在就表演啊，有表演的。哇，先把你们吃的先拿到手上。老师表演吗？啊，助理官表演的，好来，哇塞，我们来倒数五个数，我们现在要关闭我们的线上打分系统了。听到了，马上就要关闭了。来，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截止。好，截止啊。待会儿呢，我们这个线上实时打分系统的前四的排名将会为自己的个人积分获得额外加分，记得这个加分只在他的个人积分里面，不加入到团队哈。第一名加100，第二名加80，第三名加5分，第四名加30分。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些统计我们分数的时间。那现在有请我们第一次来参加 OKTV 的助力官吕思琪为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呢？桃，哇哦，桃，哇哦，这都不来大意。他练了很久啊，他练了非常久，是我们目前 N3 的公演歌曲。好，桃，跳公演，跳公演。
这个世界感到诧异。你们听太多了。你是不是看就是参加这一次 N 三的成员比较多？对，我也是。好，来。看透了这个世界无聊的节奏，感觉差劲，快沉沦的时代有什么乐趣，加速的太快，放肆的 getting high， inside outside 新时代，别想把我追踪，我行踪不明，迷人的迷，致命的吸引力，请低声向我靠近，哔哔哔哔，不好意思，我不黑暗的里里，狂风暴雨里，光明光的道理，这清晰不落幕的剧，绝对不犹豫，上场展现完美记忆，动作尽展躲避镜头的注意，不达目的我绝对不放弃，就一路冲破层层防护，到最后揭开世界谜底，只要我清醒，是一个奇迹。我站在世界中心，逃离虚假的轨迹，守知识的证据。我要把你们唤醒。透了这个世界无聊的节奏，感觉差劲，快沉沦的时代有什么乐趣，加速的太快，放肆的 getting high， inside outside 新时代，充斥着幻想谎言，弄脏这里，虚拟的信任什么在传递，是时候按下 LAU Let's go， 嘿、hey, 听按对触动，黑的暗夜里，狂风暴雨里，夺命跑跟逃离，这气息不落幕的剧，绝对不犹豫，上场展现完美记忆，动作尽展躲避镜头的注意，不达目的我绝对不放弃，就一路到底，冲破责骂无限，到最后揭开世界谜底，只要我清醒，是一个奇迹。我站在世界中心，逃离虚假的轨迹，守护真实的证据。快点睁开眼睛。开始加速逃离五十二点五米，夕阳光圈圈正义，还有谁与我同行，让这天空放晴，回到最初的平静，五六七八，所以我选择逃离，带艺吗，前辈？看一下，看一下多少分哈？练练中间唱错了两句，不允许带艺哈。还没背，什么时候练熟，然后什么时候来？好来。82.06分。后面的人差点都跑起来跳了，我跟你讲。对，你的伴舞团非常非常的豪华哈。好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陈哥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歌呢？摩天楼的距离。好，请移步到前面。摩天楼的距离。哎，这首是不是那个？跳过。好吧，不唱你等，没人唱你等。你唱一首。有人会跳吗？跳过。
心房间写意，目的地纽约 CAT， 黑暗线天空蓝的黑线人山那边彩虹慢慢出现，童话里是谁在留言，离开后的信念用双手把它实现，未来世界也分享卡片，站在摩天大楼下迅速落手，完成我们彼此约定的承诺，来了会舞台闪耀的灯火，掌声的那就是我，站在摩天大楼下伸出了手，到梦想时间还需多久，多少汗水多少眼泪才能拥有，失落后的背影就像是迷了路的精灵，有时候梦想偶尔搁浅，但总有它起航的一天，童话里是谁在扮演，离开后的心愿用双手把它实现，未来世界颜色像卡片，站在摩天大楼下伸出了手，完成我们彼此约定的承诺，来了回舞台上闪耀灯火，遨游的那就是我，站在摩天大楼下伸出了手，触碰到梦想实现还需多久，多少汗水多少眼泪才能拥有，伸出了手，完成我们彼此约定的承诺，来了回舞台上闪耀的灯火，照射了那就是我，站在摩天大楼下伸出了手，触碰到梦想实现还需多久，多少汗水多少眼泪才能拥有，结束一下，看他77.37分哦，37分。今天下午看到他还在练这首歌哈，昨天看到吕思琪在练陶，今天他在练这个，好，练练都能来代役了。好，来，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哈，大家安静，我们来宣布这个结果了哈。来，我们的实时排名系统，你们来猜一下吧，第四名的是。你们参与一下，第四名的是，第四名是邓慧恩啊，邓慧恩在我们的今天的个人这个积分里面，我们加30分啊，然后我们的第三名是刘丽飞，加50分，第二名是卢静，加80分，唐丽佳加100分哈。加100分，那你们分别的分数是多少呢？唐丽佳的分数是，唐丽佳前辈的分数是343.98分，然后娜娜前辈的分数是329.04分，然后刘丽飞前辈的分数是297.88分，最后邓慧恩的前辈的那个邓慧恩的分数是283.73分。Yeah. 然后其他大家的得分，其他前辈也对，也不一定。罗海月前辈的总分是248.23分。哎，
没念错。然后罗可嘉前辈的分数是，罗可嘉是前辈吗？哦，我不知道，罗可嘉是三期生哦，那不是，那个罗可嘉的分数是253.7分，杨若曦的分数是250.91分。然后洪静文前辈的分数是246.65分。大家都念到了吗？都念到了吧？都念到了。好，然后第一组就是罗海月前辈那一组的总分是1001.88分，然后第二个小组刘亦菲前辈这一组的就是992.24分，也就是说罗海月那一组就是这个获胜喽。哟，恭喜恭喜。好但是很可惜的是，因为这是我们下来了，这是我们 OKTV 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也就是说这个获胜组是可以得到一场我们星梦剧院咖啡厅的 Mini Life 的机会，从今天的节目举办往后的半年有效期在此内举办就可以了，在这个期限里。好好，来我们来宣传一下我们的季度赛吧和我们的奖励哈，因为今天呢这期是本赛季常规赛的最后一场。你是多少分？你不用管我们。好，五期常规赛个人积分排名前12，重复参赛的按最高单期个人积分记录计算，我们的成员呢就会获得我们的决胜赛的参赛资格，请大家关注 GNZ48 的微博，我们将公布进入决胜赛12位成员的名单，也就是说关注我们明天的微博，明天我们进入决赛的名单将会在微博上面公布，还有季度赛的详细玩法和规则都会一并公布。我们的季度赛会在1月28号下午2点于 GNZ 星梦剧院举办，让我们共同见证本赛季获胜队伍的成员和 OKTV 人气王到底是谁，然后来到我们剧场的歌迷朋友们还有机会为喜爱的队伍现场投票，一起选出这场 Mini Life 的最终阵容，希望在现场看到大家。好，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经典环节来了，我们的感谢一下，我们今天最应该感谢的是谁？感谢我。感谢谁？我们的头号歌迷朋友们，是不是？谢谢你们。好，来，我们就从我们的 Liga 啊开始，感谢一下我们的头号粉丝，来。OK。感谢一下我的头号粉丝四季，对，翻翻个大特写，感谢一下，来，感谢一下，这麦 BGM 好干哦。唱首歌给你吧，唱首歌给你，唱一唱两句歌送给你。谢谢你。哎，怎么唱来的那句话？什么？来开始，我们要先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谢谢谢谢您，好的，可以了，我的这个麦。感谢我的头号粉丝 CYWKKK， 谢谢你，谢谢你。等一下，送你一朵花。哎呀，祝你的心情每天都跟这朵花一样开开心心啊！好像不是很开心，但是就是希望你可以开心，比他更开心。对，那我也给你唱一首歌吧，唱个什么呢？你喜欢听什么歌呢？好吧，你也不能回答我，那我就随便唱了。唱一个，有什么歌可以唱呢，家人们？好，那就唱一首新年好吧。新年好怎么唱？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福大家新年好，每天健康，每天快乐，每天都有新年好。真的估计词上没有版权，我编了好几句。好，来下一位是我们的菲菲。好，在这里感谢我的头号粉丝
祝夜宝每天都健康快乐的飞燕姐姐，为什么不给我特写？因为在换电池哈。好，那等一下，等他换完电池我再好。谢谢你，飞燕姐姐。然后我要给你唱首什么歌呢？唱什么歌呢？好，我祝你天天开心，祝你天天快乐。给你唱点什么吧，他们太卷了，我不唱点什么。刚，恶心。世上只有飞燕姐姐好，有飞燕姐姐的孩子，吃得饱。好，祝你生我祝你新年快乐，谢谢。你是第二次成为我头号粉丝了，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好好好，差点卖了个生柱。好，那下一位是我们的邓魂。啊，你的头号粉丝。嗨，谢谢我的头号粉丝无糖花椒美式，你好，谢谢你在我第一次参加 OKTV 的时候就给我那么多那么大的支持，谢谢你。然后我也给你送上一个祝福吧，然后新年快乐，祝你，然后给你唱个歌吧，一祝家祥，二祝安康，三祝四尺三祝三祝如意，三祝四成，四祝如意，五祝父母安，六祝兴旺，七运成城，八号富贵，九祝兴好运，十分兴旺，耶、yeah! 祝你新年快乐。好，谢谢。应该是洪静文了，哪个？好的，谢谢我的头号粉丝招财进宝，然后谢谢你的支持，希望你心里你很开心，然后也是越来越成为喜欢我的歌迷吧，谢谢。谢谢你。下一个，谢谢我的头号歌迷抱抱，没记错的话好像你也是第二次，非常感谢你对我参加 OKTV 的一直以来的支持。那我要给你唱一首什么歌呢？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最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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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下一次再给你唱完整吧。谢谢。谢谢我的头号歌迷不喝牛奶，他们太卷了。对，然后呢，大家听了那么多歌了，我给你来点有新意的。祝你幸福美满，平步青云，心想事成，家庭幸福，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快乐无边，生意兴隆，阖家安康，步步高升，事业有成，万事如意，团团圆圆，财源广进，身体健康，快乐平安，幸福安康，龙马精神，百尺竿头，如愿以偿，幸福美满，平步青云，心想事成，风调雨顺，大展宏图，福星高照，最后祝你恭喜发财。谢谢你对我的支持。哇，这个绕口令说的不错呀。好，还有我们助力观的头号歌迷的答谢来，还没写完呢。谢谢我的头号歌迷 YY27，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嗯，不是，啊，没写完，没写完呢，我在这干嘛呢？这也是咒骂呀。那个，给大家跳个舞吧。有点尴尬，给大家跳一个吧。来，想看跳舞啊？想看。好，谢谢我的头号歌迷 FXLLL， 他们想看关不掉是他们的事，你才是我的头号歌迷。你想不想看？哇，想看吧，你一定很想看。关不掉，对你的，对，就是如果我跳关不掉，你马上就关掉了，对不对？对，就是祝你恭喜发财，我也给你唱首歌，侯亚朵阳春发，我只会唱这一句。对，祝你新年快乐，谢谢。耶、yeah。好，好，到老师来跳一个了。嗯，我想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坑的。哎，会有那个。啊，对，我也想看。那个陈哥了，陈哥答谢来。那你来跳吧。他变线，你先跳了。对，我这边我给你配乐。没有必要，是不是？
没有必要在这里浪费时间，让他来吧。好，然后感谢我的头号粉丝就是杯子，然后感谢你来支持我，虽然说就是只唱了一首歌，但是很好听。然后谢谢你来支持我，我就给你唱一首门前大桥下又过一群杯子，数来，哎不对，多唱来着，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数来好多好多杯子。好，就是这样了，谢谢你。耶，好，七的 OKTV 就到这里了，我们1月28号下午2点新梦剧院见。耶，拜拜拜拜。